对，再调灯啊。可以看一看，对，可以继续。刚刚是在彩排，所以我也不敢出声。然后现在我们在槟城，在拍其中一场在街上吃饭的这戏，吃夜宵的戏。看到我们后面的外景车吗？在这边，很多的外景车，好大。然后你看到这里的人吗？现在的时间跟你们新加坡一样。这个就是导演，粉红色衣服那个就是演导演，看到吗？他很喜欢就躲在人群里面这样走来走去，然后自己在想他要讲的东西。现在在做最后的这准备，很快要开始了。很多人都说槟城很热很热，我们来到这里真的很热，真的很热。刚刚那个跟你 say hi 的人就是传说中徐冰的妹妹，你有看过其中一个视频吗？是谁的妹妹啊？徐冰的妹妹啊，她是徐冰的妹妹，要给要介绍别人的。你看到我们现场的大阵仗吗？然后还有人买了前排的位置，你看远远那边买了前排的位置，坐在那边看戏，看到没有？那些在那边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导演。哎，你看导演，心情还好吗？第二天不错，在吃 biscuit。呀，导演的杰作，大家要留意哦。嘿，应该是明年春季就会上了哈，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在看，没有戴我的眼镜出来。现在我们直播间有200多人在看，快点哦！记得我们的 hashtag 是 the chosen one movie， 所以下来哦，全部的这个 hashtag 大家要跟一下 ，OK？ The chosen one movie， 那边是VIP 座，看到吗？前面那边 VIP 的席位，前面那边在做最后的这准备，一 OK 了之后应该就会开始开拍了。然后呢，拍完这个远镜，哦，拍了，我不可以讲话了。没事，不要紧张。刚才只是手痒了一下呀，爬了一下，然后整个手机掉下来。看到子杰吗？今天是子杰在跟瑶瑶吃夜宵，然后呢 ，Angel 出现的戏。
来看。拍戏就是这样，很不简单，尤其是这样很多人的东西。然后呢，只要有一个部分做错，就要全部再来。如果你也在我们的留言那边有问什么时候会上的话，这部戏应该是在明年一二月，如果没有错的话。然后现在我们在槟城，如果你不懂这里是哪里的话，我们在 Penang。刚刚前两天开镜，然后是昨天开镜呀，是吗？应该是刚刚开镜，然后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拍摄。We are currently in Malaysia, Penang, shooting our new movie, which is called The Chosen One. Hashtag The Chosen One Movie. If you want to know any information about it, you can actually go to probably Noontalk Media, Oak Tree Film, and also Current Pictures. Search for the hashtag, you should be able to see us. Yeah, we are getting ready for another round of take. Probably, I think tonight they will shoot until close to 12, but hopefully earlier. 看一下你没有什么问题。Can I be the chosen 主角? Cannot. 那个是谁? The Chosen One movie. Yes, thank you. Who is that? Okay, frankly, I can't see your name. I can't see your name. I hardly can read my comment. I didn't bring my spec out. I didn't expect I'll be doing live here. Yeah. Hello. Okay, 请你是跨播你们的名啊。片场。I like this. What can shoot five to know what? 什么？哇，我真的是跨播。我懂了，我懂了，你们有叫我拿眼镜啊，可是问题是我没有拿出来，我又带来 Penang。 我再稍等一下。我又带来 Penang。 哦，我们在等电，因为这里停电，看到没有？虽然我的电量很大，可是still cannot 啊。看到吗？这样多台，我们的设备是厉害的 ，right？ 站在那边穿内衬，然后白黑色夹克的那个就是 Angel。OK， 给你们靠近一点看，瑶瑶。大家都在等，看到没有？女主角说：“我们偷拍。”Hello， 你专心一点演你的戏。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看在这边拍戏就是这样，偶尔还可以小小的跟大家商量一下。你看路好像整条都是我们的了。Lucas 可以给那个你的旁边再回来吗？让他们转回过去看的时候。OK， 可以。去他们那边。没有问题。是很快。吃下去的。记得哦 movie 叫 The Chosen One Movie Hashtag The Chosen One Movie。 OK， 现在我还可以继续讲话。什么时候上映啊？应该是明年初，明年吧，明年就是2024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春节的时候可以上映。是，希望大家多多期待。之前一直跟你们说不晓得女主是谁，然后我们也没有透露 right， 女主是金马奖得主 OK， 郭书瑶，瑶瑶。然后呢，男主是我们的子杰，然后 Angel 也在里面，徐冰啊 ，Kimberly 他们都会客串。呀，现在已经是导演报时，10:36。然后呢，是希望能够在午夜12点前杀掉了今天，所以大家都在很努力。Okay, I can't actually see your comment. So whatever comment that you leave, I won't be able to answer you.谢谢，看到很多朋友说加油辛苦了，谢谢大家。哦，我一天在里面是吗？文安看到文安，还有谁呀、啊？刚是看到 Levi 了是吗？哦 ，J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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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看我们今天在这边拍，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在槟榔这里拍，你应该是下个星期来对不对？啊 ，Jet 应该是下个星期来探班。然后现在是我们，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是住在平南的。其实这一整个两个星期我们都在平南进行拍摄，然后呢拍完了之后才回去新加坡。没有，可以过，没事。工作人员都很友善，然后大家都很努力，因为呢通常都起早，然后呢工作时间很长。现在在做大 job， 大 job 之后才会开始，然后我们应该是在等灯光。呀，也不晓得那个出现什么问题。OK， 应该是来了，应该是来了，来了。Let's go for another take。
出了点小差错，因为特约演员我们有特定的时间要他转过来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如果他时间点不对的话呀，监制来了，监制来了，哦，那个是监制导演，我们的烟呐、啊，这个也是监制，龙敏导演，拿背包的，里面都是他的天书，呀，可以去交戏了，去交戏了，看。Yeah, this is the man behind our production. Very helpful. Yeah, Harris, Mr. Harris. 真的真的多亏有他们。It's a lot of coordinating work, you know, from Malaysia side, making this possible. So Current Pictures is the one that's behind it, helping us, you know, pulling through all this coordination stuff. So it's really not easy. Oh yeah, by the way, I don't know whether I told you. This is actually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所以马来西亚那边的朋友也应该会在同时间看到我们的这戏上映。所以马来西亚的朋友记得要多多帮忙宣传，然后呢，希望上映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新马两地有一起合作的这个作品。我看我可以回答什么问题。现在我人在哪里？现在我人在槟城。I'm currently in Penang. Yeah, so we are doing our filming for the Chosen One movie. Hey, hello, 晚上好。California, we got a friend from California. There's this car.Did I get your name right? Anyway, we are doing a produc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production, movie production in Penang. So yeah, where I'm at is in Penang. That is the set. Yeah, and all the crowd around. 天使是 Angel 在里面吗？哦，酸露 ，Hello， 酸露。Jasmineese 啊 ，Chi Kyung， 哦 ，Chi Kyung。OK， 我没有叫到的名字就算了啦哈，反正你们知道。
现在在 landing shot， 辛苦了，谢谢你们。因为他有他的缺陷。没有啦，因为他第一天呐、所以可能也没有做，不好意思，辛苦你们。因为他第一天可能抓不到，抓一下。所以我跟他讲，他自己可以弄到什么就打个底。我们现在知道了，就可能会比较快，就再摸。谢谢。过后抓到了，就是缩短时间。对，谢谢谢谢。有没有想到他很可怜，看到？习惯了。我们 try my best。好 ，thank you thank you。你的眼镜多好，你可以借我吗？700，我看不到字。没有，我看不到字，等他们要来跟我讲说，他讲的问题我也没有回答。When out of town, always a lot of viewers. Oh, is it? I don't know. Now it's like 100 plus 100 viewers. I think so. 百多人啊。哦，现在有人在帮我看字幕。你们大家都辛苦了。不会不会不会的，我们还有路。He asking people to read. Yeah, correct. I'm asking people to read. Okay, anyway, what you see just they are actually changing another angle. Okay, 你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在改那个 angle， 看到吗？哇啦哦！对啊。现在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吗？所以工作人员真的很辛苦。工作人员真的很辛苦，很劳累。They are setting the camera. Yeah. For the next shot. And here I am. Oh, this lighting is much better. Yeah, we are currently here, preparing for the next shot. I can't actually see, the comments. Hello, 你好。Hey, hello, hey, 你好，你们新加坡过来吗？还是新加坡过来？我槟城那里看得到我们的东西。你们来几天了？我们来第三天。哦。呀，我槟城看得到新加坡的节目没？有啊。哦。有看。来来来，可以可以，我来。等一下，我拍照。啊，可以。可以。签字我可以来。可以。来，一。等一下啊，姐姐，一二三，哎，多一张 ，OK， 哎，值得，哎，这样看得到你，一二三 ，OK， 好，谢谢。那么我还不去休息？哦，看看吃宵夜。哦，对 OK， 看热闹一下。是是是是是，因为他们都在拍戏，明天还有拍。啊，这几天都在槟城跑，这部电影是槟城取景为主。哦，取景。呀，过年的时候会上。第二还是第三天？呀。多多支持，好，因为消息出你们应该会懂啊。槟城的东西好吃啊。你好，我就今天就是拼命再吃，回去才减肥。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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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他喇沙。喇沙。呀。不见面。是是是。呀。还没有还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演，我只是来看。呀。好好，谢谢，拜拜。OK， 拜拜。刚刚演出只演出背影，压力吗？不会啦，放轻松一点啊！我也没有出声啊，呀，你看，可以了，不要妨碍他，给他自己好好去。啊，有人给我一个了，是给我好吗？是给我嘞。哎，好，没有，加油加油加油！拜拜。哎，轻松一点啊 ，relax 一点。OK， 我来帮你回，我来帮我自己回答问题。哦，后面还有风扇。OK。By the way， 今天看样子是很难播歌了啦，因为我们都在户外啦。你们不要拿我来消遣哦，我父亲节已经给很多人消遣了，我身负重任 ，OK。原因是现在你们两三百人在看 ，right， 一人带多一个人去买一张票进，我们就有几百张票了。
我身负重任的原因是因为监制导演给了我很大的压力，票房一定要有，你看懂吗？呀、yeah. ，没有啦，这是用心真诚做出来的制作，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听得到，该你骂人，他们全部听到了。我哪有骂人？我没骂人，我的 AD 骂人。呀，导演监制哦，其实是呀，脾气最好的一个，我都不懂他怎么样忍到这样。很多时候我都要爆炸了，我跟你讲，他们都知道我脾气不好。家里，你手机有没有你？手机有没有你？有没有问题？你要不要掉？拿水吗？摆开水，冷了有吗？我只是尽量原谅他，不放干净的东西。感谢你，太棒了！你是，这是应该的。大宝，大宝，现场最厉害。是，没有没有，大家都很棒。耶。呀，他比较害羞，尤其是看到帅哥的时候。他靠近帅哥他就会紧张。 Thank you。 yeah, 这是说来让自己好过的。哎，马来西亚的朋友，年票给我，哪里拿来的？不一样的，有这种 New Stock 的鞋是吗？把这家给我们的吗？不是， That's good brand。 哎，问一下，问一下姐姐，哎，问一下，我要帮你 charge。我懂，我懂 ，no。OK， 我要讲秘密。我 not have another brand like that. I cannot change. I like change. 啊，不然我不会说来给我喝完的。你跟导演讲，我也会跟去讲。哈？好，我会跟去讲，一定不可以出现另外一个牌子的水杯。不是啦，除非是他给我们的啦。我是要去问。哎、欸、哎、欸，这是什么牌子？不知道，那你拿的 ？Cannot appear， 因为我们要遮什么遮的？这哪里来的？里面哪里？No lah, just to let them know lah. No, because nobody told me, so I didn't. Yeah. Okay, sorry boss. No, I just let them know because you have to bring in sponsor. Any picture go out, then they will ask. Okay, yeah. Just in case. No, yeah, I'll better tell my BTS boys also. Yeah. No, anyway, because they say no, now just let us know. They will just return. Oh, so, really? No, yeah. Oh, okay. Cool. Along the way, you give us a few days notice. OK， 好，我交代完我交代的东西了。在外行走江湖，还是要照顾形象。OK， 我继续回答问题。哇，你们再看他们打灯。没有，我知道我很帅，我知道我很帅。Until Sora comes。
制作队伍很仔细的，因为他现在反拍另外一个镜头，对吗？他们就要看一下，现在呢，瑶瑶的头发是在这边、在那边还是在哪里？要不然等下会不接。所以呢，刚刚就有一点情况，所以呢，现在整组工作人员看到吗？水的，哎，一样颜色吧？对啊。好奇在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在槟城住的朋友，有谁是槟城人？ Hello， 嗨，大家好。 What are we doing now? We are currently in Penang, Malaysia, filming our movie. We actually work with Oak Three Film and also Current Pictures from Malaysia. So we are working on a new film called The Chosen One. So if you check hashtag, right, it's The Chosen One Movie. The Chosen One Movie. If you move on to our New Talk Media's IG account, probably you can see us already post the Lancing Ceremony. 那 Lancing Ceremony 就是我们的开镜礼。然后我们其实在昨天，我现在已经有点失算。我们是昨天开镜吗？是。昨天开镜，昨天早上开镜，然后呢，今天是第一天的拍摄。现在我人在槟城，这里这两天天气还不错，很多人一直在。这是什么？
很多人一直在说槟城天气很热，天气很热，是有一点点的热。然后呢，这一次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昨天不错，还早上下了一场雨，所以稍稍的降温了一点点。然后现在我们就在拍夜戏，看样子应该要拍到十二点才会收工。全组都在外头，你看人很多，人真的很多，看到吗？工作人员。然后如果你真的问的话，这部戏应该会在明年春节的档期上映了，如果有机会的话，要不然就是稍微迟一点点。然后呢，新加坡马来西亚都会有 Singapore and Malaysia yeah, you'll be launching. So if you are interested, probably you can watch out for the chosen one movie. That is our hashtag to know that you know what is happening and what is going on. Yep.现在再换机位，然后机位换好了之后就会继续拍了。如果你好奇我们在干嘛的话，像我们在槟城，希望不用你不要浪人，对不对？对，不要浪人。不要浪人吗？可是他是跟看台中男。台南吗？台南。跟太快了。就是。
来了。为什么？什么镜头我没有看到？你会发现我很努力在看你们的，在留言。哦，已经十一点了，我都不知道原来时间过得那么快呢。10:08。因为现在他们还在拍戏，所以我只能让你们看最帅气的我。然后我很想要回答你们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办法，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带我的眼睛出来。Pat CT， Hello， OK， 有些名字很容易看。哎 ，Lee Violet， 我刚才在问你在哪里。TTOK， Hello， 哦，文昂。苏基应该也在里面啊，苏湘 Sim， Hello， 哦 ，JK 娜娜 ，Justina， Hello，Phoenix Wong， OK， 我不可以开口了，我不可以讲话了。要 live 了。不要叫不要进那个镜头，因为我想这个是不带的，完全没有的。对，谢谢。Okay, ready and action。其实高哥。不是从头，而是从Sora 进来的时候。对，嗨，没事没事。啊，看到没有讲？对。你拿着那个叉的，对，你拿着那个沙堆，谢谢。
拜拜。小心，两个啊 ，Kobe， 演二十，我们是错的示范，错的示范，我们再来一个，我们再来一个 ，One more left， 杜川，Kobe， 哇，好靓啊，很准，有没有你拍我了吗 ？Reaction， 就这样可以吗？哎呀，你厉害，你来了，就那样而已嘛，对不对？就那样而已嘛。Anyway， 你懂我们这部戏吗？要非常谢谢这个品牌的水赞助。在新加坡的朋友，在马来西亚的朋友记得请多喝这个水 ，OK， 非常好。喝了之后呢，会延年养寿，然后呢皮肤会很滑，然后会水当当这样 ，OK， 就是这个牌子的水。谢谢大家。不要给那边坐，有风扇，那边有风扇，会太热。哇，很冷啊，这个。多一个，多一个。还可以放哪里？你可以放高一点。你们这是性骚哦，你们这是性骚扰哦。叫我屁股也屁股。原本在放冷贴，因为天气很热。啊，那个是一个冷贴，放了。我真的觉得我太甜，你知道吗？我昨天已经被蚊子咬一次了，你看。OK， 我们看瑶瑶要不要跟大家 hello 一下？瑶瑶，你帮 hello 一下，来找最美的灯。Hello。呀，全世界都很高兴。那天听说你是女主的时候。真的吗？呀、yeah ，全世界认识我吗？你不要骗人。当然，他们都知道 IG 上面百多万的追踪哎。真的假的？吓死人呐、啊！呀、yeah ，然后大家热切期待 OK， 非常漂亮的女主哦。你也贴了你冷贴吗？是的。可是我感觉它要掉，因为有汗一点点。OK， 来了，要开始了，他们。去了。所以怎么样？看到我们的女主。这是哪里？通灵少女，没错。这是槟城，我们现在身在槟城，然后在拍我们的这部新电影，叫做名字可能还没有定，把英语是 The Chosen One， so if you find hashtag The Chosen One movie， you should be able to hunt us down， 已经开始拍摄了，然后加上剪辑，应该是明年初的时候就会跟大家见面，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分享一下 OK 我们直播间啊，或者是 Kimberly 的啊、子杰的啊、旭斌的啊，都会陆陆续续跟大家说有关这部剧集的一些精彩画面剪辑之后做的特效之后，明年应该是春季会上档。Yeah, the movie should be coming on in early next year, 2024. Yeah, the Chosen One movie. So if you're interested, probably you can take a look later on. Currently, we are in Penang shooting our movie. Yeah, very nice place. Penang is a very nice place. I like the, you know, the ancient building and then all the heritage building.说话的话就会把我的声音录进去，然后就会被骂。哎，试试在旁边说话这样子。好，我给你们看 ，OK？ 我先 try 一下怎么调转我的镜头。这边超热的。
两杯半都会吃，我看。先来杯。好，先来杯多一次。Are you a Bing Ming? 是的。满头大汗，这边真的好热哦。姐今天辛苦了，觉得今天应该挺累的，她今天要拍到很晚很晚，然后她还穿着那样的服装，辛苦了姐姐。哦呦，辛苦了辛苦了。冰凌喂，我不太了解冰凌这个城市对吧，我不太了解槟城，然后我一个同事他是槟城人，所以很多时候呢都是他带我走。Kimberly 徐斌他们回去新加坡了吗？对哦，他们已经回去了。Hey everyone，好了，来来来，来这一个，来这一个，各位。来，加油加油！啊，这边他这边在一起吗？大家再恐惧一点啊！小声吗？小声，我们要开始拍了。雪莉，你是大哥诶，冰凌，阿听，大哥已经回去了嘞，如果没有弄错的话，对，然后为什么跑出来了呢？真的很担心会打扰到他们，因为我看到你们 comment， 我就好像会回复的感觉，然后我就怕突然间说话，然后打扰到他们，对啊。I love Damien a lot. He's my favorite idol. Yeah, how about me? Where is 大哥? I think 大哥已经回新加坡了吧? What show? 能俩八九? 哇,你的名字好特别哦。什么戏呢?请你就多多关注我们的 social media, 好像我们的 Instagram, 我的 Instagram 是 Lindsay_Angel and 子杰 _呀，子杰，你可以 follow 子杰也是子杰 _，如果没有弄错是吧？有没有人来纠正我一下？然后可以在那边看一下是什么戏，然后到时候播出的时候呢，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支持我们一下嘛。你看拍摄那么的累，是吧？我去一下里面，我都要枕头大汗了。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不容易流汗的人，然后我也觉得我是一个可以耐热的人。就是多大的这个热天我都可以接受，今天拍了之后我整件衣服都湿了，我才觉得 Oh my god， 原来我也是会流汗的呀、yeah. 拍摄加油。 Hi William， Hello Hello， 怎么声音突然间变了？ Hello， 谢谢谢谢。下子杰没有 underscore but it's double E ZIJIEE， 期待，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哦，到时候一定要去看哦，一定哦。 Angel what time you go back in race？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同事把我抛下了，他出去找他的朋友了，我跟你们说过他是槟城人，然后他就是出去找他朋友了，所以我就想说不如我就直接在这边直播吧，不然酒店就一个就一样，所以我就想说在这边直播，然后待会儿他回去的时候我也一起回去。我绝对不跟你们说是因为我有点害怕。 OK， 会在 YouTube 播吗？我也不清楚耶，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 IG 吗？到时候就跟你们说。其实我真的不知道。I'm here to say hi, then bye bye, 姐。Hi, Akisha. Bye bye. Noah, thank you. Yes, is 子姐 Yes, correct. Z-I-J-I-E. 两个 E 哦。Desmond? 大哥？大哥在这吗？你的头发 ？Oh my god, 你拍完了？是的，我拍完了。这个是已经走了两，走了来 12km 的头发，呀，有点汗，然后就是扁。我们刚才已经去吃完晚餐回来，我现在是再回到片场，因为我们可以去附近的一个地方吃。这边附近有一个巴斯马兰，然后我们吃了炒粿条、点粿条汤、点米粉汤。他们还在里面拍，里面好热好热，你看。我觉得我一个不会流汗的人都流了一整身汗。哇，吃到你想吃的了吗？还没耶，说真的，还没有耶，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刚才我吃了米粉汤，我刚才就很想喝汤。我来槟城到现在呢，我是一个很喜欢喝热汤的人，然后我来槟城到现在，我就是没有出去到外面吃。我有出去外面吃，可是就不是吃那种 local food 呀。像那天我跟 Kim 去吃的那一个 brunch， 它就是呀 spaghetti， 可是我就是还没有吃到一些比较 local 的 food。然后我又是那么一个喜欢喝汤的人，我到现在还没有喝到一碗热热的汤。我来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了，怎么可以接受，对吗？所以我刚才就点了这个米粉汤。为什么我没有喝到热热的汤呢？因为呢，我每次就是 order 去我的房间，不然我就打包，外面打包了回房间吃。回到房间的时候呢，它已经都不冷了，它已经都不热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吃得非常的不爽呀，怎么可以吃一个汤，然后那个汤是不烫的呢，不热的呢呀？可以接受，不可以 right？所以呢，我刚才就点了一个米粉汤。即使我再多想吃那个炒粿条，我还是想要喝一碗热汤，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还没有吃到一个那个米粉汤，也还 OK 呀呀，就是 OK， 浓吗？很难解释。是的，不可以接受汤热汤不热，对吧？是吧？我有朋友真的可以接受不热，他们就觉得哦也 OK 啊，很好喝啊，就不喜欢喝太烫。我真的觉得怎样可以喝？哎，明天你们还在槟城吗？是呀，还在呀，我们会在这边到七月多吧。子杰还没拍完呢，是呀，子杰还没拍完呢，今天估计他要拍到很晚。怎么可以早点快点找机会去吃？明天吧，明天没有拍，明天是一个休息天。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去干嘛，可能下午才出去吧，下午傍晚才出去觅食。我听说那天我的一个同事就带了徐斌和 Kimberly 他们去这边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炒粿条的地方，然后呢他们排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那个 Q 还是很长，所以呢他们就决定放弃了，他们就走了。所以呢我就在想，我应该去吗？我应该什么时间去呢？他们那时候是差不多2点多去，也是 after lunch time， 还那么多人，所以呢我真的有点害怕，所以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去那个真的好吃的炒粿条的地方呀。是不是真的好吃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还没有试过。所以你们说要不要去 try 的？加烧水也是不是也是不热了，你知道吗？加烧水它就是温温这样子。哎 cannot， 我不可以，不要再打包了。我打包可是我就都不打包那种汤的呀，它来到整个冷了，我真的是哦，我都不想吃了，你知道吗？你好 Noah， 你好，徐斌哥在哪里？徐斌哥在哪？徐
斌哥在新加坡吧。Angel, so can I ask you something? Yes, what? 苏湘欣，拍摄拍到几点呀？你说今天吗？今天我已经拍完咯，所以你看我那么的悠闲，不然我才不会直播呢。我不可以这样子一次做很多东西。对呀，我已经拍完了，可是他们还在拍摄。I think 他们今天应该会拍到挺晚的，应该一两点吧，应该吧。这样子有这个灯光是不是我比较好看？好，我就这样子吧。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哇哦，雪人也是人，谢谢你。我其实今年的生日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就在想如果当天没有拍摄的话呢，就出门吃一个饭这样子呀，没有什么特别的 plan。太晒了吧，没有关系，其实没有庆祝生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是很 OK 的呀。你几号生日我做给你照片 video 给你，你要做你的照片给我吗？还是你帮我做照片啊？你可以做我的一个好的照片吗？等我就可以直接 post 那个，我不用自己做。你们是在槟城哪里啊？我也不知道嘞，我怎么会知道，我都不是槟城人，我连我自己那个地方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了，我怎么可能会知道一个我不熟悉的地方。我吃过最好吃的炒粿条，我妈妈炒的，我可以天天吃，哇哦 Bernice Wong， 真的吗？你也太幸福了吧，你可以炒一盘给我吗？这个要求会太过分吗？你是什么人？我是华人。冷了八九，冷了八九 is it？ 冷了八九，我现在才看懂这个名字，我刚才就一直念八九八九，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熟悉，可是我不懂你在写什么，是不是冷了八九就是两粒眼睛的意思？ You don't feel humid, really?是吗？你看我头上的这个光你就可以懂了，我没有打高光哦，你知道吗？其实外面还好，里面超级无敌的热。 Angel go back hotel， 直播完先吧，先等我直播完吧，我才回去吧，不然我要怎样？我一边直播一边在车上是应该晚上的话应该是完全黑的，你们就看不到我，你们是不是不想见到我？ By the way, why so late have go home? 因为我只有在晚上才会出来。心静自然凉，是的，这句话呢我时常都在跟自己说，被我热的时候，可是有一个时候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就是稳在一个关闭的地方，然后又没有风，又没有，就是完全没有风的话呢，我不可以告诉自己这一句话，就即使我告诉自己这一句话呢，我还是会觉得我快要疯了呀，我会很想吐，我会整个人很晕呀，稳关在一个地方，比如说车呀，一个车里面呢，如果我感觉不到一点的风，我就会觉得我整个人要窒息的感觉。哦，我 left one gig 的 data， means 我明天得买了，用太多了吧？心静自然凉，对我是完全没用的，对我有用是在这种户外 ，you know。户外我还可以感觉到一点风吹来，我可以告诉自己心静自然凉，可是如果是在一个房间，在一辆车里，就是一个密室里面，我就觉得我快要窒息了，我要死了的感觉。你们是拍电影还是电视剧？我们是拍电影哦，记得多多关注。嗯，
你好，晚上好 ，Angel。Hi， 罗川 U， 晚上好。想在酒店看你直播，你就别幻想了吧。可以是可以，可是等我有伴一起在房间的时候呀，我就可以在酒店直播给你。我跟你们说一个，哦不，算了，我不跟你们说了。等我回去，我再给你们说。等我回新加坡，我再给你们说 ，OK， 好吗 ？OK， 哎，吞金比这个手势哦，你们现在 try 一下，有谁可以做到？你们把五只手伸出来，这样子，五只手，然后呢，你们伸下你们的拇指，再伸下你们的小指，有谁可以把这三只，这中间的三只放在一起的呢？我是做不到，完全做不到，你们知道吗？你看，我就是这三只合不到一起，你们可以试一下吗？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就是五只手指，拇指下，小指下，然后这三只，这中间的三只手呢是要连在一起的，连这两只是要这样子的，然后中间三只是要这样子的，有人可以做到吗？我那天看到这个东西，我 try 了一下，我完全做不到，是怎么回事？我哪根筋不对吗？还是那些可以做到的人哪根筋不对？你看你们做得到吗？你看我完全是动不到的嘞。Oh my god！ 你看 ，Oh my god！So hard！ 你们试了吗？我也不可以，晚上不要乱吃。Okay, sorry, 我可以，我不能。Oh my god， 也太难了吧？很难是吗？还有人很难，还有人是吗 ？Eat tongue over pinky, okay? Tongue over pinky cannot. Yeah， 要 pinky over tongue. 希望我没有念错 ，okay？我可以，我可以，哇，这么多人可以啊！我喜欢新加坡艺人锦怡，哈哈，你好，锦怡，谢谢你。Just 菜 ，Thank you。要做佛啊？什么做佛？我可以，我可以，哇，这么多人可以啊！这么多人可以吗？你同事知不知道你在等他们？我没有在，哦，他知道，他知道。对对，他们知道。我跟他说你不要太晚回家 ,OK? 呀，你快点回家，我直播完我才回去，然后你也差不多可以回去了。他就跟我说 OK, 我觉得我这样子很快，有没有自己怕也害人家不肯出去。冰川的天气怎么样？嗯，热咯，跟新加坡一样。我不会吓你的啦。你最好是咯，每次就只有你吓我。Angel room messy 啊 ，my room messy， it's quite messy。把围我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跟那个人说了，帮我打扫一下我的房间。所以 I think sound should be better。因为来也没有很乱啦、啊，我们就两个女生可以多少东西哦，呀咯，呀，我们很整齐的。Where is Desmond Cole？ 大哥不是在还在吗？还是大哥已经走了？大哥呼唤，大哥在新加坡了吧？干嘛站在路边呢、啊？因为呢，他们在里面拍戏，所以呢，我就不要站在里面了吧？我怕说话的时候会打扰到他们呀。等下突然间全部人看着我，我就不知所措，所以我就出来外面直播咯。还好你有我陪你，嗯，我有太多人陪我了，谢谢你们。Why is your never your question？ 你问了什么？我刚才一直在说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我都忘了我在说什么，我都忘，我都没有见到你说了什么。Angel roommate, what? Who?
跟你说了你应该也不认识。Angel 姐姐想我吗？你们有没有想我呀？我想念哦，我想念你们哦，想念新加坡。 Can you sing? Can. 然后我唱什么？我可以为你们高歌一曲在这边。旁边人会以为我是傻的吧。目前你在槟城的电影目前拍怎么样？目前还好吧，一切都挺顺利的吧。偷吃宵夜吗？我们刚去吃完晚餐回来，这边附近呢刚才有这个巴萨马兰，然后我们其实本来想要去吃一些西餐的，可是就经过一个巴萨马兰，我们就在巴萨马兰吃。我吃了米粉汤，然后蚵仔煎，是叫蚵仔煎吗？蚵仔煎那个煎蛋，然后还吃了什么？一个同事 order 了一个两个炒粿条，他说这两个炒粿条呢，一件是比较 famous 的，一件是还好，所以呢，我们就尝试了两个呀，就是讲我们就在那边吃，非常的好吃。我现在感觉又饿了。这边晚上哦，我们回到家哦，回到酒店，这边拍到挺晚的，这边拍到已经一点多吧，然后就是回到去的时候呢。那个附近就有卖一个 Ramly Burger， 然后我们也吃了一个 Burger， 我们 share 一半呀， yeah， 也是非常的好吃。 Oh my god， 真的是现在讲到我也饿了。天哪，我飞过去陪你吃。来来来 Janice， 快来吧，等你哦，你可以快点来吗？拜托，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我喜欢辣的和不辣的。什么东西？炒粿条吗？我喜欢辣的。这个下午呢，其实我本来打算不要吃，因为下午的call time是差不多4点，所以呢，我就想说不要吃，然后就是拍完了之后才去找吃的。然后就一个同事问我说：“你要不要吃东西？”他就要 order， 然后我就想说：“这样的话就 order 了。”那时候是差不多1点，然后我就想说：“还有时间啦，不然就如果他要吃的话，我们就一起吃吧。”我就跟他说：“我们就 order 这个 noodle house。”新加坡也有这个叫有煎面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超级无敌好吃的一个面。所以呢，我就吃了一个面。然后呢，我平时我在新加坡吃它是没有辣的，所以呢，我就看到它那边写一个加辣，我就想说好，那就加辣吧。Since 我喜欢吃辣，我就加了一个辣。他来到的时候呢，他就给了一包辣椒，我就哇辣椒，我就看了很兴奋，我就把整包倒下去了之后呢，我就吃，哇。我就有点后悔，我干嘛要把整包放下去？因为就是待会儿要工作嘛，所以呢，吃太辣的话，其实肚子会不舒服。如果吃到一半的时候呢，竟然它下面是有那种辣椒粉的，我就更加的后悔。原来下面是已经有辣椒的，所以这个是额外的辣椒，所以呢会更辣。我就 Oh my god， 太后悔了。可是呢，非常的好吃。你们在新加坡有看到的话，记得一定要去试一下，这个叫有煎面馆 Go Noodle House。你们应该吃过吧，我相信一定是迷你嘴馋，不是迷你，是 Aaron。 林夕姐，我好想去找您拍照。你在哪呀？你是在哪里呀？你是在槟城吗？ Jellico， 好，下星期真的吗？ Oh my god， 你就我生日的时候来吧，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吧。怎么样，考虑一下吧。你在哪里？国外？对呀，我现在在日本哦。我在想，我这样子跟你们讲话，旁边有人看到我这样子的这个动作，拿着手机一直在笑笑笑，会不会挺可怕的？我是一个很会为别人着想的人，所以呢，我会想到这些。我在槟城轩山雾 ，Hello， 你是槟城人哦，好，一起，好诶，真的吗？你不要放我飞机哦，会，真的吗？所以我时不时我就这样看向左右边。可以给我看对面吗？
会可怕，而且你有留长头发。Oh my god！ 我有时照镜子，我都觉得自己很可怕，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可以有那个样，对面就是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拍摄的东西。拍摄进行中，如果不便，敬请谅解。哒啦，呀，是这样子呗。看我吧，看我吧，看我多一点吧。喜欢老街景，哇哦，这个还不算老街景。刚才我们走路去吃饭的那一条，超级旧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非常的，嗯，怎么说？我刚才没有拍到照哦，我没有拍到照呀。拍照应该非常的好看，所以如果你来的话呢？你可以叫咪咪带你来这边，这边呀，非常的好走。Hi Damien， Hello Kim， Kim 也在啊。Hello Kim， 对了，你的生日下个礼拜是吗？因为6月27号是下个礼拜二。哦哦呀呀呀，我生日是在星期三。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很早很早以前呢，直播的时候就已经跟你们说过了。他妈的，我生日还要做直播。别来开玩笑而已，没有，真的那么巧，我生日也在星期三。你们不要太在意我刚才的话，我只是开玩笑而已。OK， 快回家，回家好呀，我直播完我就回家呀。加油 ，Hi Kim， 我才刚刚看到 Kim 的 comment，Hello Kim。Kim 可以再回来找我们吗？我们一起去吃呀。Hi Kim baby， 这个对面，哇 ，fierce， 没有啦，不要太在意，我只是开玩笑的，很凶，这个才是 Angel 本性。这样子嘞，我只是开玩笑而已嘞。Fine nice cafe， 呀、yeah, ，我发现 Kim 真的很喜欢去 cafe， 呀、yeah, ，其实我也挺喜欢的，去拍一下照，然后喝一个咖啡，吃一个 brunch， 多有情调，哇，太喜欢了。明天给我睡醒了我才决定吧，我也不知道明天要去哪，然后明天晚上我们已经知道要去哪里了，他还进去跟我们说。有一个他找到的地方呀、yeah, 我们过台说吧。明天拍照给你们看 Instagram story。 Yeah I love 看得出 OK Where 你是说什么晚上还是早上？早上还不知道，醒来再看咯。晚上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刚才建制说明天晚上有一个好去处，刚才我们一起去吃了晚餐，然后还去了附近的地方喝了一点东西，这样子。去到现场可以找你们合照吗？你都特地来到现场了，我们敢拒绝吗？OK, I wait and see. OK, tomorrow off day? Yeah, 明天是大家的 off day。我也不知道要去哪，让我想一想。我其实很想去一个漂亮的地方，可是我又很懒惰去找，所以呢，迟一点吧，等我回到家冲好凉，我才决定。你们可以听到 action 吗？这一句话每次都把我吓得失魂落魄。为什么你的名字那么可爱呢？我真的一直看到这个名字我觉得太可爱了。 Doreen 说 Enjoy Thank you， 听到了。 Top Bingling 商武是槟城人吗？怕会被阻止，如果在拍摄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呢就
不可以，因为如果在拍的时候就会挺忙的，所以呢就不可以再跑去拍照这样子。就是如果没有东西的时候是 OK 的呀。你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Thank you。那个今天没直播啊，有的吧，应该还没有到时间吧，十一点不是吗？拜大哥，我们待会儿有缘见，有缘见，有缘见，我打结嘞，有缘见，好，你在哪？